这个世间做好事的人也很多，但是比不上菩萨。做好事是用慈悲的爱心啊，照顾别人像照顾父母一样，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，这就很难得了，这个功德非常之大。啊，布施是小事，这个心太难得了，这个心能感人，给人家带来温暖。啊，用现在话说，给人带来能量。啊，所以这个布施功德了，知大小。论心不论事啊，供养的无恒微波，心非常真诚，这个功德大啊！布施东西再多，没有诚意啊，好像可怜你啊，把你看得很轻，那个德福很小。啊，因此，众福不是有钱有势力的就能修大福报，不一定。穷人修的福报往往超过他们很多。啊，来生福报不一样。啊，穷人来生变成富人，富人来生变成穷人。施报的事，论心不论事啊！啊，这个道理，《了凡四训》里头讲得很透彻。